那家餐厅贵吗？贵。贵就好，南征妹子值得。阿秀，你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南征妹子家世好，长得又好看，天天在部队跟你们这群老粗在一块儿，多委屈啊！你有机会吃饭，肯定要请她去高级的地方。一次次带我去那些高级的地方吃饭，不说我也知道，价格都很贵的，我不适应。我也跟我自己说，不要去在乎钱，好好感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，但我就是觉得不太习惯。秀儿，别着急，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得很。一野，你不用花心思在我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你改变自己来讨我的好，那就不是我喜欢的你了。好香啊，你炖了鸡？知道我吃不上故意馋我是吧？西餐都吃不饱，我知道你好这一口，在锅里给你留着呢。小飞这小子也好那口，他放学了吗？按理说平常这个时候早该回来了，今天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秀儿，我跟你说，小飞这小子要是再敢去卸人家连队的水管，看我不拧到他耳朵。你呀，也就是过过嘴瘾，平时哪舍得动手打他。不过小飞啊，皮归皮，脑子可真是好用，这奥数题啊我真做不过他。下军棋你也没赢过他呀。不管他多聪明，将来肯定是要当兵的。这个再说吧，还早呢。哎，好。吹散了雾霭。